长老曾任普门中学副校长、中国佛教研究院、净律学佛院、福严佛学院教务主任及普里正觉精舍主持，编有实用净土丛书《因果四书》。长老对佛学则专修净土，曾受邀赴大陆、香港、澳洲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主持佛期，深受信众欢迎。现住正觉精舍，专心持戒念佛。吃好的慢慢吃啊，吃好了以后把餐具摆好做好，请放账。今天是我们佛期的第二天，头一天呢，大家就是念佛也很得要领啊，拜佛也很用心啊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佛期一开始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，大家好好把握呀。要怎么样把握呢？把握每一念。你不要有时间的感觉，时间是个假法，不是真实的。你心在生灭才有时间，心不生灭了没有时间相。所以大家好好摄心呢，念佛念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到这个念头从心里起来，从嘴巴把它念出来，用耳朵把它收回来，这样子啊就对了。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。然后啊，净念相继，无杂无间，大势至菩萨的法门。所以我们在一声阿弥陀佛呀、啊，同时修了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两位菩萨的法门。反闻啊，把这声音往回收回来，收到最后，到最后啊，这个声音听不到了，没有了，那只是那个闻性了。那就是见性的时候。这个说起来是很容易啊，但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做，要去做到那个境界呀、啊，那个就是要自己要有耐心，不要起烦恼。有的人呢常讲我有妄想太多，没有妄想，要是妄想就不叫妄想了，那叫实想了。没有妄想就是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心不专注，跑了，跑了以后就想别的事情去了，把这个念佛的正念变成了妄念，就变成妄想了。实际上你再一注意，一收摄这个心一回来，妄想，妄想就是正念，实际上就是那一个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所证得的，就是众生那个妄想，把那个妄想变成了正念，把那个杂染的东西变成了清净的东西，功德圆满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就在这个念头上用功。说妙得其门，成佛不离当念呐、啊，就在这念头上成佛的。因为我们当初这个生死流转一来，到这娑婆世界来，一念不绝，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到了这个娑婆世界的受生。受伤了以后啊，出生然后就开始随着这个妄想在造恶业了，越造恶业越深呢、啊、但是这个恶业流转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恶烦恼，一个是业造的业，一个是报受报受苦，恶业苦。那么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我们把这个恶呀就变成了般若，变成智慧了。那么那个业呢，就变成了解脱。那个苦啊，就变成了法身，这就是那个三德密藏啊。所以这最主要的，要我们在那个，在这个烦恼上啊，要能够注意受报的时候，不要再起烦恼。一般的众生啊，他造业是拼命造。造完了业了以后啊，受苦的时候他又起烦恼了，又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来受啊。
因此我们要想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些个什么业呀，你就看你现在所感受的通通是过去造的业，欲知前世的因今生受者是，那未来怎么样呢？看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是未来的结果。所以这个心呢，我们能够把它专注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啊，你这个心里边就是万德洪明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，那这个就是佛果的功德。所以印光大师讲啊，莫雅一生超十地，须知六字挂三成，说你不要怀疑压抑啊，这一生 佛号的功德呀，超过十地的菩萨的功德。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六字万德洪明，包括了三乘圣贤、菩萨乘、缘寂门乘、声闻乘，三乘圣贤的功德都没有超过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没有超过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好好舍心念，说万德洪明，万修万人去呀，一心不乱，一念一如来，一个人念佛，一个人就成佛。成佛是未来，当下一念，一心不乱的念呢、一念就是一念佛果的功德。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，是借果修因的，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，然后来做我们起步修行的。所以你学在起步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因就是果。所以我们大家呀，能够闻到这个法门呢，好好用功啊，好好用功，把心舍住了，这个一生的功德都很大，何况我们七天。一般人呢，往往就是一开始啊，也还蛮认真用功的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慢慢自己就松懈了，这个不行，不行啊，一直到全始全终，不要有一丝的懈怠放逸，那是保证成功的。那我们在小孩子读着那个私塾的时候啊，你写毛笔字，写最后一个字啊，潦潦草草，这个老师要找来打手心。最后这个字要规规矩矩、恭恭敬敬的写的，所以保持全始全终，最后啊，你这个功德才能够圆圆满满的。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这里有很多老修行啊，自己要注意啊，自己的身口意啊，你要不要有一点懈怠？有懈怠呀、自己不知道啊，你可以看别人，看别人呢，在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，然后我们见贤思齐，见不善如探汤。看他比我好的，他的皈依也好，念佛拜佛都很好，那么我要向人家学习。假如有的呀不很理想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这个时候你不要管他，因为你那有纠察师父管他，你不要去讲，我们就自己晓得，我自己不要再倒他的覆辙就好了。今天是第二天呐、大家舍心的好好念呐、功德是自己的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阿弥陀佛。